动进来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一起来运动，活力 Easy Go》，我是千文。哎，没错，多动多健康，每天都要运动。那么今天要教大家做什么运动呢？要针对下半身的曲线来做雕塑喽。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太霹雳脊椎曲线运动的创办人秦老师，欢迎。哇，今天也太有活力，每天都很开心哎。对呀、啊，好开心哦。对，我们今天针对下半身的曲线来做雕塑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的脚准备好了没？脚 ready， 准备好了。对。好，那呢，首先呢，你先放下你手上的道具。OK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。今天的动作是比较单腿的动作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你以前小时候有没有踢过毽子？毽子啊，有。毽子，你会怎么踢？嗯，就这样子哦，对不对？哎，不错不错。对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动作呢，先要缓和一点，因为我们的观众呢，有的可能年长的，我们还是要顾及到一下嘛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就先从脚的动作开始。嗯。Okay、好，那我们以前在踢毽子都是跳跃式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。但是我们现在比较静止一点。好，你现在先把你的右脚抬上来。对。对，然后呢，毽子是内踢。嗯。所以你的大腿内侧会收进来。对。对。好，放松以后呢，翻出去。翻出去。哎，你毽子以前也有外踢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然后你再收进来。收进来。哎，这个其实需要你的平衡感的，竞技独立。啊，对了。嗯。好，然后回来以后呢，再整个翻出去。再翻，内外这样子翻。对。嗯。好，接下来画你的从膝盖画小圈圈。画小圈圈。对，好，回正。好，再一个小圈圈。圈圈。再一个小圈圈，是我们的下面的脚是放松的吗？下面脚你膝盖可以微蹲去控制一下你的那个平衡感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你去画小圈圈的时候，加我们的侧翻，加侧翻，对，然后延伸，延伸，对，然后拉到正前方，正前方，好，慢慢的把脚掌转上来，上来，好，再内勾，内勾，好，侧翻，好，延伸，延伸，好，到前面，好，慢慢的转上来，好，再一个内收。好，侧翻，好，慢慢往前 ，OK， 好，转正，好，然后先放下来，放下来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？对，要很专注做这个运动，要很专注，而且你要保持那个平衡啊，就是你要非常的专注在那个上面这样子。对，那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，这一只脚是属于离地的，对，所以呢，这一只脚它在训练的时候是训练我们这边侧边的肌肉，哦，另外这只脚它是稳定的，所以这只脚它是扛住全身上下的体重，体重，嗯，对，那我们再回到换左边，换左边，好，也是一样，先上来以后，先上来，踢毽子，踢毽子，好，再慢慢的稳住，好，侧翻，侧翻，好，再一个回来，先稳住身体，然后再侧翻踢毽子。就是大腿内侧哦。OK。好，稳住以后，侧翻就是我们的外侧。老师，如果就是有些人没有办法平衡，可以扶个墙。可以扶墙，可以扶墙。对，好，那你接下来的话呢，就画小圈圈。画小圈圈。好，再一个画小圈圈。画小圈圈。好，再来画小圈圈。好。好，然后再慢慢的踩回来。踩回来。好，刚刚都是让大家先去找到自己身体平衡感。不过你刚刚讲的对，千文，不稳的观众朋友的话呢，是可以扶着墙壁做的，因为不要勉强去让身体晃动。对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动作开始增加喽。OK， 好，我们再回到右脚。好，好，你上来以后，上来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简单的从你的骨盆这边会翻起来，会骨盆会有点向前方转过去啊。对，会转过去，然后脚拉直以后，嗯，拉到正前方，你又慢慢把骨盆转回来了。转回来，对，哎，不错，好，再整个勾进来，勾进来，好，侧翻，侧翻，对，真的从我们的骨盆这边转过来，尽量向前方转，然后呢，再把我们大腿外侧拉直，拉直，然后拉到正前方以后，现在靠大腿内侧哦，你要慢慢的，这个好难哦，转回来 ，OK， 好，好，再勾进来，更直勾进来，好，骨盆慢慢的往前转，往前。老师发现你左脚都是固定不动的，是的，好，再往前拉，往前拉，大腿内侧的力量要帮忙旋转。有，现在大腿这块肌肉很紧，对不对？很紧，对。好，先让你休息一下，我们再换左脚。换左脚。因为毽子这么好听，你现在觉得？真的，我小看毽子这个运动了。对，我们把毽子动作放慢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左腿也是一样哦。好。也是要先带上来以后，好，慢慢的骨盆整个翻到前面。翻。然后拉过来一点点，然后你再把骨盆整个再带回来，带，好，再一个内勾，内勾，大腿内侧用力咯，好，翻转的话呢，就回到大腿外侧用力，好，然后拉到前面，拉到前面，好，再整个转正，转正，好，再内收，内收，好，再翻转，翻转，延伸，延伸，好，再下来，下来，
简不简单？简单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下来，你的大腿啊、内侧还有你的臀部啊，对，这个线条啊，其实越来越紧实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才做大概才几分钟，我现在就有点热热的，有热的感觉。因为我们用到的肌肉，其实我们平常在走路都是大腿前侧跟后侧，所以很少会去做到外侧跟内侧，所以要用旋转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，就把脊椎跟我们下盘的动作加在一起。好，进阶喽，进阶版的。你会发现我这毽子越踢越高的感觉，踢到十八楼去了。好，来，再来戴上来说呢，接下来你要加手的动作，加手啊，手往前，它跟你的脚尖是同一个方向，所以同步一起转，转，好，然后你拉出去的时候呢，是脊椎跟着一起旋转，好，好，然后再慢慢回正，回正，好，再一个勾进来，勾进来。其实好像在打太极哦，它有一点太极的味道，但我们把它分成单边，左右边在做，好，再整个上来。好，再慢慢延伸，好，我们再放下来。好，那在做的时候呢，你等一下会发现到我们做左边，你会发现两边的感觉其实不一样，因为这跟平常的肌肉有关。哦，你的肌群如果哪一边比较有力，有力哪一边就稳，那比较弱的那边就是要多训练两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回到左边，好，先稳住脚，不用带手，脚稳住以后，手再伸出来。好，稳住手伸出来，然后一起勾进来。勾进来，好，然后整个往前，前，所以你的骨盆要跟着翻 ，OK， 好，再收进来，再收进来，好，整个翻转，好，往前，往前，好，再整个翻转，好，再整个往前，前，好，最后一个收，收，好，再整个往前 ，OK， 好，我们再慢慢的下来，下来，好。再进阶一点点，两只手，两只手啊，没有办法，两只脚上面一起转吧。两只脚的话，我们已经成功了，成功就飞起来了。好，两只手的话怎么带呢？也是一样，脚上来以后呢，右手带，另外这只手绝对都是对称性的跟着走。好，所以同步一起向内勾进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同一个方向推出去，推出去。对，然后拉到正前方，开始在抖了。稳住，稳住，好。然后你看我三个点是一起转。好，扣进来，所以三个点就是我的手回来的时候呢，加脚，它刚好是三个点，同步一起勾。哦，同时这样子勾回来，同时一起勾，然后这时候就要转脊椎，好，推出去，好，再慢慢拉正，好，三点同转，同转，对，然后再勾进来，勾进来，好，然后再推出去，推出去，好，再回来，勾进来。哎呀，牵纹的人呢？我觉得这个真的脊椎，你要就是非常的很稳，很稳，很稳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慢慢的，可见我的这边的肌群比较稍微弱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也不能讲，我们会猜两个方式，要么就是脊椎的肌群弱，要么就是腿的力量不够。所以你没有办法，我刚刚说过，它是一根腿扛住你的体重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这个就要看是哪两个方向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左边，左边，好，好，也是这样，左脚先慢慢带上来，带上来，手再出来，双手，对，然后呢，慢慢的勾，然后呢，顺着同一个方向推，推，好，拉到正前方，好，三点同转，同转，好，慢慢勾进来，对，好，拉高，比较好喽。好，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原因在哪。好，往前，往前，好，勾进来。这动作其实蛮有趣，好像在跳舞一样。对，但是你会发现到他的专注力要很够，不然会前后晃动。对。好，再慢慢勾。好，我们做最后一个，整个推出去。好，再慢慢的拉回来。拉回来。你发现到这边比较稳，对不对？啊，右脚吗？因为。你回去看一下你的鞋子，如果你的右鞋的鞋底磨掉比较多，表示你平常重心是在右腿，右腿很有力，所以你刚刚在做这个腾空的动作的时候，右腿的肌力够。那你因为如果你左腿比较没力，就是你刚做不是突然间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不平衡了。对，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会去看哪两个方向，到底是你的腿的力量不够，还是说你的重心跟脊椎旋转的不够？不够。对，那我从这两个方向下去切，去切去了解。所以老师就是说，我每个人的腿呢，肌力不太一样，有的可能
主力在右脚，主力在左脚。那如果比较弱那一只呢，可能就是多做几下，训练一下你的肌群，对，对不对？那再加上你的脊椎要正要稳，对不对？这两个点去琢磨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重复复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多一点点脊椎的旋转。OK。好，那因为脊椎当你在旋转的时候，记住身体尽量不要前后晃，因为有离心力。啊，对。所以你尽量旋转是在垂直的点去做，垂直稳住就对了。对，中心点去做旋转的动作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从头从最简单的毽子。跳到这边，好啊，所以跟你刚刚那个跳毽子不一样，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先把右腿稳住。好，先把右腿稳住。先慢慢的勾进来，停一下，我们停个3到5秒，拉一下内侧肌肉。拉一下。好，慢慢过来以后，外侧。外侧。好，然后再慢慢的进来，内侧。来内侧。好，再慢慢的稳住以后，外侧。外侧。好，开始，先回来以后，先画小圈圈。画小圈圈。对，慢慢的稳住身体，这时候已经在训练脊椎的稳定度。啊哈，脊椎还有我们的大腿内侧。对。对对，相对其实我觉得我左边的屁股啊也很紧耶，因为它要 hold 住整个身体的重量。身体的重量。对。好，我们单手，勾。勾。勾进来，好，延伸。好，再来勾进来。好。好，延伸。延伸。再一个勾。勾。好，延伸。老师，我觉得其实这个动作啊，上班族也可以做，因为长期坐在椅子上，有没有？对，起来动一动，你的那个经络都可以活动一下。没错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勾，然后加骨盆翻。翻。对，好，再来勾进来。勾进来。好，加骨盆翻。好，再来勾进来。老师，我会不会有人就是骨盆没有办法？这么筋那么开，就是慢慢慢慢开始做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慢慢的对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往前。啊，好酸啊！这个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好，再回来，加油！哇！好，就是你刚差了这个少一个角度，对，那这边的紧实度跟这边紧实度完全不一样。哎，有哎，我刚刚其实因为没有做这么转出来啊，其实没有这么的酸，你就再多转一点点，多转几度，你整个都拉提起来了。对，好，我们再回到左脚哦，左脚也是先稳住，稳住，好，然后踢毽子，踢毽子，好，好，回来以后呢，先上来，先上来，好，然后再回来，再回来，好，再回来。上来，上来，好，慢慢的回来以后呢，画小圈圈，小圈圈，对，慢慢的画小圈圈。好，我们顺时钟画个小圈圈。好，开始以后勾进来，好，先往前，前，这时候就可以把臀部往前，好，再往前，好，慢慢转回来，好，勾进来，再翻转，往前，往前，好，下一个翻，翻，骨盆翻。好，回来以后稳住，加手，整个勾进来，好，翻转，翻转，好，再整个回来，好，翻转，好，稳住哦，再整个回来，好，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关键，翻，翻，对对对，不用不用太快，不用太快，对，因为你要稳住脊椎，好，再来，再回来，再勾进来，勾进来，好，这边慢慢的稳，我刚刚说过它不能有太大离心力，啊，好，推出去，推出去。好，再慢慢的回来。好，最后一个勾进来，骨盆翻翻。好，然后再慢慢回来。好，然后下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回到双手，所以右脚再上来。右脚上来。好，上来以后我刚刚说过三个点。三点翻嘛，嗯，对，整个内收。内收。好，这时候就已经骨盆翻了，好，推出去。推出去。好，回到三个点。点。好，大腿内侧用力哦，勾进来。好，这时候推出去的话是大腿外侧。好，因为你的身体歪了，对不对？歪了，很歪。哎，这样子呢？勾进来，好多了。被救援就掉下去了。对对对。好，再勾进来。勾进来。好，整个延伸。延伸。所以在做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的身体一定要是正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稳住哦。因为你在翻外面的时候啊，我就会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要训练的是这边的肌肉。嗯。所以你不能用脊椎侧弯的动作。哦。对，所以你整个属于勾进来以后，然后延伸。延伸。就是要拉提你的大腿外侧。然后回来，脊椎一定要正回来。对，好，然后再慢慢的下来，下来，对，慢慢下来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左腿，所以我们刚刚等一下记住，脊椎尽量正，我就是要一直去拉提这一边的肌群。好，我们也这样把腿带上来。好，好，三个点，同时内勾，内勾，好，延伸，延伸，好，回来，回来，对，整个收，收，拉提，拉提，好，延伸，延伸。勾进来，转，再一个勾，勾，好，延伸，
伸，伸，好，慢慢的收，慢慢收，对，再整个勾进来，很短，好，再整个带下来，好，放松下来，哦。我觉得蛮有趣的动作，而且其实不难，但是就可以训练一下你的下半身的一些曲线跟肌耐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刚刚你也刚刚提到一个很关键，就是说当你身体歪了，我的脚上来，但是它是靠脊椎帮你拉上来，你这边实际上是肌肉是拉开的，没有收缩。但是当你的脊椎是正的时候呢，你腿一定要上来的话，这边才会属于是收缩。所以一定要正就对，你这边才可以收缩得到。对，一点点小小的角度就决定你到底是练到腿还是只是杠杆给你拉上。我们的齐云老师还有哪些动作要教给大家呢？休息一下，下一段回来继续来学哦。喝口水吧。运动活力 easy go， 哇哈！老师，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广告，我觉得这个下面的肌群啊非常有力了，现在很有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你要不要再进阶版？进阶 OK， 没问题啊。进阶，我们刚刚的动作是比较垂直的，在做一个大腿内外侧的动作。嗯，下一个动作呢？要提醒你，我们要先拉一下筋。拉筋第一步，弓箭步。弓箭步，对，往前。好，后脚尽量打直。打直。对，然后身体立直。立直。但是呢，接下来的话呢，请把你的前膝慢慢顺着脚尖拉出去。顺着拉出去啊？对，好，就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然后你再用大腿的力量推回来。先暖一下。对，先暖一下，对，因为这个等一下会带到膝关节跟踝关节。OK。好，我们就整个往前。往前，往前压。哦，老师压得很低，要这么低吗？到你可以的角度上得来。好，这样子。勾上来。好，可以哈，可以。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再整个往前。好，好，然后用腿力整个回来。好，然后呢？整个肌群都拉开了。对，前脚尖只要勾进来就可以了。勾进来。然后我们重心就转换。换个方向。对，我们就换左边。好，下来。对，先拉开。就尽量能够多低就多低，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们要把它前三个动作把它拉开。拉开。再暖一下。下来。好。好，然后再回来。回来。好，第三个下来。哟，老师，我觉得进阶光做这个暖身就喘了，才喘啊！好，再用我们的左脚尖勾回来，再换这边。好，因为它是全身的肌肉，你要很专注的在使用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往前，你的手可以做一个方向，你的手搭在对跟脚尖同方向，膝盖微微往前转回来，开始转。对对对，转一点点就好，慢慢转。对，一点点。好，你这样就可以了，因为等一下你会上不来。好，再往前，好，推上来。上来，对，我们先从这边，好，你再整个往前，好，我们因为要雕塑下盘，所以当你的膝盖往内转，哎呀，翻船了，所以我觉得要非常专注，哎，就是你要把那个状态 hold 在这个位置，对，然后呢，膝盖再慢慢往前，往前转，内收的动作就是大腿内侧训练，好，你接下来往外的时候是大腿外侧，然后再整个上来。就是一个弧度这样转上来，对，它一定要有弧度。好，你再慢慢的下来。老师，那这样子如果没有加这个转，有差别吗？好，没有加这个转的话呢，我们上来的话，它就很单纯的只是大腿前侧跟后侧下去跟上来，内外侧就比较雕塑不到。哦，你其实加这个转之后，你的内外侧其实就转到了，它的专注力全部都是在内外侧了。哦，对，好，难怪，其实这个大腿内外侧其实很少人练到这里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比较没有什么力气。回，记得要转一圈回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右脚勾进来。然后呢，再换左边下来。好，好，下来以后呢，你也可以用你的手指往前，往前一个方向，慢慢的往下，往下，大腿前旋到地的时候转，对，还可以哈，对吗？可以吗？对对对，可以。好，然后慢慢的回来，慢慢的回来，对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先整个下来，好，好，膝盖前旋，前旋。好，再用大腿外侧，然后慢慢推上来，推上来。好，第三个，整个下来，下来，膝盖前旋，前旋。所以这个动作其实要暖身，对不对？不然它其实把我们的筋都拉得很开，因为它的动作非常大。再来呢，有个关键，因为我们在做动作的话，因为它牵扯到我们的膝关跟踝关，膝关跟踝关。所以呢，这个动作为什么一开始就不会让你那么猛？你一定要先拉开，慢慢来。对，慢慢来。那接下来我们刚刚做的是腿哦，接下来会加手的动作。加手。好，我们的手呢，先左手在前，左手前，右手在后，右手后。对，有点平衡。好，往前。好，你慢慢的旋转。
哇哦，停住，停住，好，接下来膝盖要跟着走，膝盖，好，到这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好，再一次推出去，好，手再跟着旋，所以这时候你就完全没有手去辅助，但是用手的平衡，其实可以帮你上来这样子。对，好，再慢慢的下来，膝盖要前旋，好，膝盖在外翻，翻，好，然后我们扣进来，前脚扣住以后，重心转过来，转过来，也是一样，现在换右手，对，好，往前，好，慢慢旋下来，膝盖一定要跟着走一点点，好，好，然后再膝盖，好，再一次下。哎呦，其实这个动作蛮简单，但是做久了，对，开始流汗了。喂，好，再一个往前。好，太棒，我们下半身的曲线就靠这一招了。好，整个回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整个右边，右边，好，转右边下来。好，膝盖往前。好，这时候是平的过来，平的过来。对，大腿是从这边好平行过来，移过来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再下来，下来。好，然后整个上来，平的，好，然后再用大腿外侧。哦，所以你们发现到，它其实大腿内外侧一直在交换使用，对，在伸展。好，然后你要上来的时候呢，先把脚架起来，然后脚尖内勾，内勾。对，然后呢，膝盖再整个用我们的脚尖推回来。不然有的人他会越滑越出去，越滑越出去。哦，好，这脚就劈腿了。那个已经是运动伤害了。OK， 所以我们再把刚刚前面一点点的复习进来。好，刚踢毽子还记得吗？还记得。好，我们踢毽子的话，你整个上来，上来。好，内收，内收，加手。好，对，好，延伸，延伸。好，再整个内收，要转喽。OK， 好，延伸，延伸，记住三点要转。再来收。延伸，延伸，好，再一个收，好，下来 ，OK， 可以继续，下面我们再换到左边，换另外一只脚，好，好，整个上来，上来，好，内收，内收，好，延伸，延伸，好，再来收，收，好，延伸，延伸，好，再一个收，收，好，延伸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，很厉害，好，再一个，开始流汗了，好，慢慢的弓箭步。推出去，好，也是一样，我们先往前延伸，延伸，好，然后带膝盖下来一点点，好，好，然后再回来，再回来，好，慢慢的滑过来，滑过来，膝盖一定要前旋，我们才会练到内外侧，好，膝盖推回来，再整个过来，再过来，好，下来，所以旋的那个部分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旋体的部分就决定我们内外侧怎么雕塑 ，OK， 最后一边，好，整个下来。好，往前，往前，好，再慢慢的回来，慢慢的回来。好，那我刚刚说过，上来怎么上来？先整个撑直，撑直，然后用脚尖一推，一推，就很轻松。哇，我觉得做完之后啊，全身通体舒畅，拨云见日了。刚刚这一招有没有？哇！扫开一切阴霾，扫出一切阴霾，相信我们的下半身曲线呢，一定可以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线条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也谢谢我们青云老师，谢谢你带我这么好的一个，算是体操吗？它不算体操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深度的去训练下盘，会跟比较那个跳跃运动不一样，因为毕竟很多消费者他们不适合跳跃，但是我们就用这种缓和的动作，缓和的动作，对，拨云见日，拨云见日，对，对，相信大家都学起来吧，记得每天都要运动哦。今天谢谢我们青云老师，谢谢，别忘了继续收看我们的一起运动，活力 Easy Go， 拜拜。我们继续，好，哇，这个我觉得弓箭步，弓箭步，然后膝盖一定要往前，往前转。